有了，歌有了，准备了。Let's go。哇，第一次体验后座哎，一哭一哭一哭。有了。哎，不要等下阿飞出事啊！要我开，我真的不敢开啊。在这后座开哦。没有，可是我这路真的不熟。而且现在，哎呦，开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到这不敢开，哦，他妈在练过车吧？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真的没问题吗？大家跑国一赛跑最凶吗？对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开比我家口还可怕，你看。哈哈哈哈真的不熟这里，而且现在开一百，妈的！是在真的，那你立马就可以两分内拉的，这个车不行啊！那铁拳老师，我的天，那铁拳消费车，我现在哥听不到了，看，哇！你到底哪里练的啦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特别练，哦哦。限速40公里，请依限速行驶。这个是算是街跑胎啊，对啊。抓奶吗？对啊。没有，这个车就不太够用啊，所以真的只能把它卖掉。不太够用，真的很不够用。N3买不起啊，妈，买得起我也想上干。前面怎么样？前面没什么好跑的了。你要回转？回转吧。知道，脚底按下就好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再重新调整一次。然后我们下次可以约观音山。下次你们来观音山比较好。对啊，观音山很可怕。没有很可怕，就是我比较熟，开起来比较安全。对啊。好，我明天体验观音山。明天礼拜天。礼拜天。礼拜天晚上应该还可以，因为我早上要出门。好。你们过年都在家哦？我在台北。哦，这个敞车的刹车声真好。敞车的刹车？没有，就是它会咦的声音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蛮好玩的。你们要换位置吗？有人想坐坐看前面吗？先看。后座超嗨。对啊，快点看后座。你刚都握成这样了，那你后座应该更好玩。我刚手机飞走，真假？你飞走？我刚才飞起了，我就另外一边，然后往你右边插，对，它没有3.4，没有，这在3.4，哦，这个更凶了，这个稳定度更够了，哎呦，挑战者出现了，
对对看，它的板机应该够厚啊。拜托，黑色高级车哎、欸。没有了。前方300米，固定测速照相，限速40公里，请依限速行驶。有测速才走那么快啊？难道不会亮吗？追不到哎、欸，那是专业的。啊，他很吃力，感觉出来吗？自带，真的很吃力。他的速度有点。才刚说，哈哈，好累，不好意思，哈哈，哇，他老身体比较好，原来如此，这么爽，这比我家口还快，天哪！没有，应该没有，如果认真跑起来的话，应该是。我当地的哦，快哦，很快的。Okay.
会吗？没有，是因为这样太响了。就不错啦，够用。现在车子只有八，只有办法发现的。练特阳补油之类的，跟子之类的，有吗？没有，就顺开而已。没有啊，哦，没有，顺开也可以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像这样，啊，没有练好，拍谁？绕腿。那我买第二期的时候，都教我一下基本功。啊，你要，你可以来我家，用 T300S 练。要换吗？虽然我不想换，好晕哦。后座是很晕，对啊，你要试试看啊、哦。前座、哦、后座的速度感更爽。对啊，那就不换了哦。你要换吗？前座不用哦，真的哦。好，我还尝试着把它可以快的有人看，前面抛来抛去的感觉，更捏手。前方300米，固定次速照相，限速40公里，请依限速行驶。抓到曝光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在我要。手还能握握稳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上坡速度也不快啊，你下坡速度才快，还是很甩，好不好？还是很甩啊，我都觉得甩不起来。不知道我的手能不能？
方向，限速40公里，请依限速行驶。真的啊？这对不对？不会吧？没有什么速度感。如果你那 KOS3 还在，应该借我开一下。在的话就借你开了。这台会比那这台猛爆很多。我真的，我可能连它的一分力都开不出来。很夸张。哦，看现在这首歌才出来。哎、欸，对啊。看。哎、欸，这我练了，我会唱。真的、哦，你有要唱这首歌啊？不行，你没有来、啊。本来有啦，本来。看。好了 ，OK。小小下去了，没有啊，就这样吧。